我不喜欢这样的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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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打算是这样，先去看你妈妈，然后一起吃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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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为什么那样说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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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要这样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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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算继续学习中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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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已经喝太多了，但是还想继续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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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晚上继续上课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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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继续看我的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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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年继续上大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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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朋友上北京大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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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美国没有车很麻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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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去，太麻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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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那么大的苹果很麻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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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吃那么大的苹果很麻烦。吃那么大的苹果很麻烦。教他们太麻烦，我不想继续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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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汉语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学的。我的汉语在，no, 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学的。我的汉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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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学的。在家做果汁很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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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工作给我很多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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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妈是一个麻烦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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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样做会很麻烦，这样做会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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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五天我每天做的工作都不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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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能继续这样学习，一定学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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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教小学生很麻烦，我更喜欢教大学生。教学生很麻烦，我更喜欢教大学生。教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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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生很麻烦，我更喜欢教大学生。他五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开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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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五个一样，
我都不想要。这五个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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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不想要。如果听你妈妈，你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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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